或是听过哗啦哗啦的水流声呢？今天某某唱唐诗要带大家去欣赏一首描写山谷美丽景色的诗哦，现在就赶快一起去欣赏这首唐诗吧。《阮家濑》王维。水涨得很高，水也流得很急，哗啦哗啦地打在石头上，溅起了白色的水花，好漂亮哦！多多接触大自然，会让我们觉得很舒服，所以啊，我们要多去户外走走哦。某某唱唐诗，下次见喽，拜拜。